南清明发花经啊，第七卷的内底第一卷啊，有两品啊，从四品到方便品，已经呢到一段落啦。大家人应该知，佛乃是四圣诸佛啊，人天导师，亦父亦师啊。父是主啦，师呢是弟呀、啊，所以呢，彼弟相问，这亦父亦师。就是无要放弃任何一个众生，所以佛陀一代师来人间。不过，囡仔有无同的根基、知识啊，做老爸呢，要好，把伊的所有的财物。要分予伊个囝嘛，爱真公平啊！啊，囝嘛爱会晓应用啊，所以爱开始甲伊教导应用个方法。真个，就是爱随着囡仔个兴趣，安怎栽培伊到伊事业会合，佛陀来甲真干。总是爱适应人间众生的机，已经是尽心力啊啦。所以呢，大家人应该心爱接受，欢喜的事，会当听闻到大法。这个法，甲咱的慧命是息息相关。过去是咱的性命在人间，铺人间路。现在呢，人间路一直铺来到菩提大德道，就是要直立慧命成长的时刻啊！接触到法，那种的欢喜，就是法喜啦。所以心生大欢喜吼，自地动作不，大家人应该了解啦，了解六道轮回啊，因缘果报、四法的源头是安怎流落为凡夫呢？找到这个源头啦，自然就知，咱应该呢。安怎样赶紧转一个方向，走入了菩提大德道，这个六道轮回啊，就会当完全去除，永远的都是的悠悠法海中啊，这种寂静清净琉璃世界。这种的境界啊。咱上面啊，《法华经》四品方便品啊，咱已经。到一段落，现在开始就是毗卢品。毗卢这两字，咱爱想清楚啊。毗是彼方，也就是这个代志你唔知，来我举一个法，予你知。用这个东西来披露，东西是安怎的成就呢？啊，内底呢分析了真多成分，
结合起来的形象就是阿尼那托这个物件来，譬如真多的物件的道理结合起来，才有这个形象。所以呢，托处之比比，既浅而分清，还用真浅的代志，予恁知啦。其实呢，浅浅的道理啊，是深深的真理。过去佛陀施宽啊，说三心啊，那其实呢，都是为着一心来谈三心。所伫咧讲的呢，是因为根基有上中下，上根立地的人，伫方便品啊，已经听啦。了解佛陀，以用三性法，就是方便法啦。原来呢，已经现在开权啦，把迄个方便法啦，已经拨开，和大家人呢献出了这个真心佛陀。开怀痛淡真实法啦，这呢叫做开怀显实咯吼。所以啊，闻即行悟，这是上根地的人吼，上根地地的人，都亲像舍利弗这类吼，伊呢已经知影佛陀。开始敞开心怀来讲真实话，但是呢，中下根基的人啊，还是破迷迷惑，也阁是迷啦。佛陀嘛无要下去哦，所以啊，《法华经》是讲七年呢。用长久的时间啊，这一生大患呢，还是不断用譬如的言辞啊，《法华经》内底呢有偌呢正侪段的譬如啊，那就是未适应这个中下根基，这是佛陀呢。主啊，大悲啊，唔轻舍离任何一个众生，所以他释教用譬如啦，从真简单的其实呢，内面真深的道理，听起来那是真困难吼、哦。那有安尼这个切而入深。啊，由小而转大吼，将这个困难的道理，佮化成了浅显吼，啊，将浅显的道理呢，啊，佮再深吼深入去体会，那深入体会了后，自然呢就从小转大了，这呢就是譬如，也是真重要。拿来用心来体会，譬如品，就是安尼开始哦。舍利弗，伊是上根地的人，上根立地啦。已经佛陀将方便品详细的解释，用种种方法啊，回归一时性。迄种的欢喜呢，不是言辞会当表达。
将来岁佛数十年啦。佛陀所讲的话，当然是欢喜信受啦。不过呢，也唔捌亲像现在呢，这么欢喜过，所以真赞叹，开始听，开始接受佛的教化。佛陀呢，就是以中下生为这些适应根基的人来说法，吼。所以啊，因所接受到的都是安尼的法，以为呢，声闻缘觉这种修行的方法啦、啊，就已经是得果啊。以为是安尼尔定，唔知影讲声闻缘觉啊，也是同款呢，有生活这么大的希望，果是真实啊，所以真欢喜。现在知啦，佛陀就是为大乘法来开方便门啦。即嘛才了解呢，佛陀的本怀，所以因为安尼，上根的舍利佛，甲舍利佛同款根基的人，听到安尼的法啦，就是踊跃欢喜。本来是坐着，现在因为呢真恭敬啊，真欢喜，较紧呢去日跪着吼，安尼呢双手合掌啊，瞻仰尊严，目光呢注视着佛，用真恭敬的心，真感恩佛啊，双手合掌啊。大头向佛陀呢，表示着迄份恭敬、呐感恩呐、啊，真集中精神来瞻仰吼，就是注视着佛，规个心啊平安呐、啊，通达自在啦，这呢就是欢喜的心，迄种的发意嘛入心来。会当幸福无怨，因为咱的心会去意念嘛、贪嘛、嗔啊、痴啊、慢啊、疑啊，这个五毒啦、五种的咱的内心啊，迄、那个无明毒气啦，那因为听到这个话，完全通达啦，自然的这个内心。种种贪嗔痴等等呢，普贤心的时，马上就该降伏掉去，内心啊无怨啦，完全消灭啦，那这些烦恼拢总扫地掉去。舍利弗安尼讲，五顶动力发性，因为佛陀是安尼的说法，安尼的发音嘛，大家人拢是同时听法，佛陀无特别呢，啊，对什么人都特别讲无同款的话，拢是同款啊，但是。过去一直安尼个感觉，云何如来以消现法而见这道？安怎分呢？说法遐个菩萨是安怎会当了解？阮是安怎袂当了解呢？是毋是佛陀说法有分别啊？这些下里分心也阁有疑问吼。同款安尼伫咧听，啊是安怎？别人会当心开意解，身体力行，啊是安怎？我嘛是正精进啊，好，我嘛是定定呢，
伫静静的境界，不管是打坐，不管是清醒，我拢有伫咧思维啊，佛陀所示的教法，我拢有伫咧思考，拢伫咧了解，是安怎受记的是别人呢？好亲像万无分吼，啊无这个获佛受记的机会，所以啊有感想，心中嘛是也阁有疑呀。难道佛陀呢是对阮也阁用小乘法吗？那对遐个已经的发心入愿，难道有特别呢？和因的大愿吗？这呢是舍利弗的心态吼，也就是动修者修小乘行的心态，因为舍利弗地位第一，僧团地位的代表者，即是舍利弗问啦。舍利弗心中有疑啦，也就是大家人伫要问，也就是大家人呢，一心声一疑吼，所以啊，感是佛陀对阮是用小乘法呢，哈、啊，现在知啦，是我定救啊，错唔是的法。佛陀呢，原来说法是这么这么平等啊！同一个法会，同款的开始，就是体会的人根基无同，所以体会无同啊！这家己安怎去体会？那就爱讲家己了吼，是我家己。无去好好体会佛心，佛陀的心意，要安怎甲人教育？本来就要让大家人会当了解生活的境界啊！这常常都是有想要安尼讲出去，但是呢，重小轻机的人，就是无法度嘛，无法度。是家己的过错，唔是佛无法度吼，是家己呢无法度去接受佛的法度入心来，所以是我定见，非世尊呀。啊，那是讲阮家己呢，迄当阵开始呢。都发这个大心入安尼的大愿，那有安尼的期待，佛陀所说的法，阮自然呐，都会当通往这个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那安尼一定会当得到。现在舍利弗正是伫咧等待啦，真恳切的等待。过去我已经失去了机会啦，佛陀说40多年的法过去啦，我现在已经了解啊。现在呢是将来心啊，一种恳切的期待吼，一种表达。恳求一生实法，现在的心的气象就是要往大圣道来求法啦。迄、那个发心啊，就是因啦。现在希望会当得这份呢大菩提道的因，这。精致有啦，要安怎回大藏菩提精致成就菩提？那这呢，都爱看这个精致
你安怎落地种啊？用什么因缘来成就，或者这个种子在大地会当不断啊，抽芽播种啊，春根大长？这呢，就是舍利弗甲所有啦，修行弟子心的期待。那当然，这个因种子落土啊，要种种的这个因缘来汇合。那种种的因缘汇合，那必定爱行咯，爱实行啦。这种爱法，四方誓愿，因为呢，这是无上觉的大心，这就是四方誓愿。伊呢，就是将苦集灭道安尼衍生出来，合无尽的法门呐、啊，的愿，那就是道体。所以是苦集灭道吼，这个形态呢，咱必定呢爱去了解吼。第四呢，佛道无上誓愿行啊，这就是言语灭体吼。那这个灭呐，来成无尽佛道的愿，其实呢，灭是灭掉了咱一切的烦恼啊。咱若无修行啊，那无伫人群中啦，咱无法度呢去体会到道理。听病院的志工所去看到的呢，家家有难念的经，人人身体呢有无常的道理，这种人间呐的苦难，病院就是一个道场啦，一个生命接受的道场。那有病人才会来病院，要生囝的人才会来病院嘛。啊，真严重的人才来病院，最后救未转来呢，那就是伫病院结束。啊，到底咱是要入去遐从啥下呢？咱要学佛去体会佛陀讲的苦，因为呢，佛陀修行啊。觉悟了后呢，第一场的说法就是苦集灭道。那么咱要成佛呢，在四方誓愿行菩萨道啊。所以咱在迄个病院内底呢，一个看到哦，原来这叫做苦，安尼叫做人生无常啊，少年人啊。啊，哪会是癌、肝癌啊？等等啦，那是安怎呢？啊，酒啉伤济啦，薰食伤济啦，啊，生活无规则啦，这呢，拢是积累了因的无明习气伫生活中，所以，和这个性命呢，提早这个。有病，和这个生命呢，病中是咧受拖磨苦，真呢，就是一本一本的大藏经啊，实现在前呐、啊，要互咱通达智慧啊，要互咱了解安尼的法门，所以啊，法门呐、啊、是无边呐、啊。咱一定爱学吼，那这个一定呢，爱伫这个道体中呢去了解人间道吼，才有法度呢入菩提道。那么，咱真正要会当成佛，除了伫人群中啦，付出无所求，阁会当然后得到欢喜啦。咱有烦恼无？自我警惕，赶紧消灭气敌，自然呢，咱就会当啊
沿这个灭体啦，人生无尽的佛道愿吼，所以讲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。对，这就是四弘誓愿。伊呢，就是将苦集灭道安尼延伸出来。你想佛道啊，开头所说苦集灭道，敢毋就是真理呢？所以舍利弗，因大家人拢认为这是小乘法，其实你要行大乘啦，也未用诶，无了解遮个法啦。咱应该爱体会佛陀的用足啦，大足文笔啦吼。那佛陀呢，对咱的教育是偌尼正用心吗？既然佛陀遐尼用心为咱教育呢，咱哪会当无好好信受奉行呢？上根基的人文化兴旺啦，中下根基的人呢，那就是敢那抱一个迷，啊，搁留伫咱的心灵吼，无想要家己去除，安尼永远袂进步。过去就是敢那执着伫迄个小乘法而已啦，早那是发大乘心嘛，用这个大乘心的心理来接受佛的法，那安尼呢？无上正定正觉发菩萨心嘛，呀，愿当中有佛呐，这些家己呢？会根基啊，执着伫迄个消息，停伫迄个所在，即嘛终于了解啦吼。过去佛陀已经伫遮长久的时间伫咧修行。当时呢，也是不断呐、啊，甲大家人教育啊，确实呢，以哪修行哪当者来教育，确实呢，咱还是灯也茫茫啊，无明中也也阁亲像暗时同款，外面的境界呢？也看不清楚啦，咱凡夫啊，伫咧听法，也哪听有啊，也哪听无，啊听有的呢，感觉做不到，啊真困难，这拢总是心底呢黑暗的灯呀吼，黑暗的。阿未天光的暗时啦，还是带着凡夫心嘛，无明呢来修教吼。佛陀搁再提醒舍利弗，在长久的时间，大通智性佛说经了后呢，开始到处弘法啦。经过二万亿佛数，都是同款的安尼的方式，上求佛道，下度众生，即系修化的众生啦，生生世世追随过来，所以迄当阵开始，就是教育啦，大家人爱志愿佛道。誓愿要度众生，誓愿要成佛道，却是咱在这长期的时间，佛陀安尼讲：念经释王，我一直一直安尼传，就是希望人人呢发安尼的愿，
啊，伫这长途的时间啊，20000亿，安尼长途落来的时间，大家人呢又是搁袂记哩去咯，因为呢，咱呢资源无深无坚固，因为安尼伫这个中途啦，哦，那有虾米款的这个烦恼无明啊，外面的境界甲咱诱惑，安尼呢，咱的心啊，就开始对着境界转去了。常常讲，发心容易，行心难，嘛一直甲大家人分享啊，爱会记哩，唔通忘失初心，唔通袂记哩呢。咱初初发愿迄念心，这是真重要啊！各位，咱要好好用心保护吼，啊，唔通呢中途啦，啊，你过去互伊袂记哩吼。佛陀啊，现在伊安尼讲，我过去本来家人都是安尼啊，希望人人呢拢会当做立志的佛陀人呐、啊。但是呢，你已经袂记哩啦。我现在呢，重新要阁讲，希望人人呢爱搁再一念过去。过去回想你过去发心修行，迄、那个初初迄念心，佛陀也本怀，就是希望弟子呢，爱不断一念。咱最最起初迄当阵，咱的心灵的第一粒种子，咱最最初迄粒种子啦。去当阵，咱发宏愿，莫想较过去，想咱现在出生，大家人伫要修行这念心，这都是真重要。咱若无赶紧，一直不断回顾，这念心顾得好啦，真容易，咱都忘失，袂记哩啊。逐天伫咧听经，逐天嘛拢去互袂记哩，所以啊，发听发老掉去，安尼永远都是流落啦，就是一定呢老掉老失去吼。所以咱一定呢爱定定心顾好，迄、那个最初的念头，最初的念头呢，就是啊修行。度众生，那爱弃除烦恼啊，就是爱在人群中体会。所以，迄、那个因的种子，咱那是还阁顾会掉啦。今日得其果，因若无顾掉咧，哪有果呢？常常讲合浦之秋啊，死于毫芒。这张大张秋，都是爱知影过去迄粒因的种子。这粒大张秋大长呐，家己可有结果累累？啊，这个结果呢，还是搁在转为因呐、啊。大秋菩提秋的因，就是菩提秋的种，因缘成熟。又是秋，秋呢，各有因吼、哦。那这个循环呐，讲这粒因，菩提的因种子，那都、就是啊，过海好，永远都是菩提树，永远都是结菩提果。那菩提果为种，还是同款，又是各是菩提树。亲像安尼，这个因缘呐、啊，不断呐、啊，
就是安尼连环，只要你个经济搞好来吼，或者是叫做降五吼，降五的因是安尼开始啦，那初念迄念心安尼开始，咱既然呢有降五的开始，一定呢爱将这个反迷为觉，这个反迷为觉啊，那。就要行过了这条呢，人间的路，才会当到菩提道会合吼。所以现在开始就是讲《大圣经明妙法莲华》，现在开始呢，就是要教菩萨法《妙法莲华经》啊。就是佛陀要教育最最能会当成佛一条的角度，那这条的角度呢，就是佛的心路。佛陀希望将伊的心怀呀，这条路普教众生，让人的心去吼，所以佛所护念嘛。佛陀呢，最期待就是这一天，会当将伊内心觉悟的法啊，安尼转轮吼，到人人的心去，这是佛所护念的一段文呐，这是期待咱爱真用心。佛陀接下来就是还搁再讲，舍利弗啊，你伫未来世，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，可见佛陀现在呢，向舍利弗啊，是受未来的记，唔是下一世人。是伫下一世人的下一世人哦，搁再真长久的时间，未来世啊，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劫，还搁真长的时间呐、啊。想看咧，舍利弗啊，是伫佛世的僧团中哦，那就是、啊。智慧第一的人啊，确实呢，现在开始呢，已经接受佛陀授记，未来呢也会当成佛。所以讲起来，一粒种子落土，要培养呢，唔是遐尼正简单，因为咱人啊。总是有这份进进退退，进进退退啊！所以迄、那个信心啊，无真强盛啊，可能呢进退进退啊，原地踏步啦。这个因缘果报，因缘果报，累累世世呢。可能进进退退，时间都爱真长久哦。佛陀这个时阵开始呢，改修记，希望伊这粒种子啊，会当好好呢，随着这个缘，哎，好好把这个种子保护好好。尽管还阁真久才会当成佛啊，现在呢，要好好啦，该发发眉要传落去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发眉呢，就是大圣的妙法，这个大圣的经济啦、啊，妙法的因缘呐、啊，道理呢，这个时阵开始都要传承。也是
未当离开这个大乘方便宽卡的妙法，未来来生来世，伊爱过去甲人结真侪缘啊，时间真长久啊，才会当结真侪的缘，累生累世呢，用这种一时性的真理啦，这种的妙法呢，众生原来是同款啊，根基未精进，传承着这个法啦，同款呢，温存着这个大法，这是妙法的心灵，同款要教导众生，也是爱用迄个方便宽卡的妙法，用安尼的方法，长久的时间结众生缘，这就是一种的传承呐。将来呀，下礼佛，那成佛过无量一劫的时间，真长久的时间。甲众生的缘呐，结真圆满呐，迄当阵伊都会当成佛啦。那成佛呢，伊个好叫做化光如来，化光如来成佛啦。同款呢是十好具足。所以大家人听到下礼佛得佛受记啦，大家人拢随喜，所以心带欢喜，踊跃无量。这在这个会中啊，大众都是安尼啊，听到都欢喜啊啦吼，啊不只是欢喜下礼佛会当得记记心呢。家己嘛提升了信心，在佛的弟子啦，啊，僧团内底啊，知影下礼佛既然受记，我原来会当会受到佛受记，家己呢嘛起欢喜，替下礼佛欢喜，其实呢对家己嘛自谦庆人吼。唔只是我，我那会轮到我受记，啊，别人嘛是会轮到啦，人人拢轮会到吼。天主呢，同款是欢喜恭敬，用万朵罗花来表达出了最敬意的行动，这诸天的妙意啦，真正是真华丽，真正的柔软吼，用这种最上质量的衣物啦来供养哦，啊，散花呢表示。恭敬吼，在这所散的天衣呢，也久久拢伫天空中恁呐，伫迄个所在回转吼，这是诸天虔敬吼，真正的虔诚的敬意，才安尼的恭敬吼，这是表至诚恭敬。空中自回转，久久不散，这些人
人间也都爱用这份心嘛，不是有形的物质，是一种的描述着迄份将内心欢喜、喜气洋洋啊，伫这个发挥上，会当讲有一个人已经呢受佛的肯定，那佛陀呢已经为伊受记啦。所以大家人拢来随喜，这就是表示呢，人人共同一心合心啊，天地之间啊，人人共同平等的心哦。所以在佛《法华经》会上，人人都是慈悲定观，咱修行必定呢要用慈悲定观，真正的平等来好好呢啊做时时的供养吼。那咱来时时的供养，就是平时呢行善做好，抱着报恩心嘛，那对所有的众生去付出，这安尼才有法度通平等观，甚至呢敬天爱地之福缘哦，这就是对分的最高无上的供养。各位，这并无困难嘛，用最高无上虔诚的供养，但对咱家己自爱，对别人呢，咱来时时感恩、尊重、爱去付出，这敢毋就是最高的供养啊？所以咱来时时多用心嘛。